小西，亚楠，干嘛呀？亚楠的亚不错啊，借给我吧，我现在叫亚土豆。啊，不行，我只有一个男字了，这个名字不好听。土豆现在叫亚土豆了，亚楠叫楠。亚土豆这个名字仔细一听也不是很好听啊。哎，这个土我不要了，给小西。啊，我现在叫小西土了，才不好听呢。现在我的名字叫亚豆，怎么样，好听吧？不好听，亚豆，赶紧把我的亚还给我。我不还，我不还，我不还。亚豆楠，小西土。贾正经老师，你来干嘛呀？我当然是来换名字了，你名字不好听啊。换名字，我现在要把井给小西土。小西土井更难听了。别急啊，我要把你的小拿过来，这样我就变成贾小正了。啊，我变成西土井了，比我的男还难听呢。这个名字我喜欢。贾小正，把我名字还给我呀。太可恶了。亚豆，把名字还给我。还给你不可能，我现在呀正喜欢我这个名字，拜拜。亚豆太过分了。西土井，我现在只有一个男字，怎么搞，难听死了。那要不然我给你一个西吧，你先叫西南，我叫土井。我不想要这个名字，西南，西南风。那我也不喜欢我这个土井呢。那怎么办？哎，我去找别人换名字去。我也去呢。哎呀，找谁换名字呀？你名字呢？西南，土井，你们两个名字也太搞笑了吧？对呀，是挺搞笑的。现在呢，我要找你换名字。啊？我把我的土给你，把你的梦给我，我现在叫梦景。好，那我叫李如土，多难听呢。那我来替换，我把我的西给你，把你的如给我，我就变成了如南。啊，我又叫李西土了，这也太难听了。哎，我如南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，我也喜欢我这个。哎，你们两个别走啊，把名字还给我。你看见我干嘛？嘿嘿，我看着你肯定是要给你换名字啦。换名字我可不想给你换。哼，不换也得换，我把你的可拿过来，我把我的土给你，这样的话我就叫李希可了。啊，那我就变成土可了。哼，那我可管不着。哼，我要告诉校长。校长，你把我们叫到一起干嘛呀？你看看你们的名字，乱七八糟的，全部给我复原。校长，你为什么换我们的名字啊？就是呀，我的雅字多好听啊。你们的名字是你们的父母给你们独一无二的标记，怎么可以换来换去呢？你们的名字都叫了多少年了，一换名字谁还认识你们呀？对哦，我姥姥过年的时候准备给我压岁钱呢，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。那我还是叫亚楠吧。那我以后还是不换名字了吧，换了名字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小西是学霸了。我还是觉得我李如梦这个名字挺好听的。嗯，我这个假正经还是很正经的。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叫我的土豆吧。嗯，以后可不能再换名字了啊，走。